一个1080P 的影片，的话来做播放，来做测试看看。对啊，当然是说播放就是要测试这个影片的流畅度的话，一定要找这种唱唱跳跳的女子团体的那个播放的话，这样比较测得出它的流畅度。这是1080P 的影片，它在播放上的话也是完全的非常顺畅的，这是完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不管它是要叽叽叽叽还是北北北北，它的流畅度还是都非常够的，就是都没有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他现在播放了约1分多钟的影片，几乎完全都不会 lag。然后它整个色彩的表现上的话，其实是非常流畅的。